运动的耗损是一点点一点点的伤害，我们看不到。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你分配你的关节运动，不要老是集中在你的膝关节上。肿瘤切除了以后呢，要等差不多2-3个月的时间，从国外订购特制的关节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用自己的骨头就地取材，在国内、亚洲甚至于世界，就是我首先创的。请锁定台湾名人堂。